结好缘都来不及的，干嘛结恶缘？是不是？所以这世界啊，看你怎么想，你应该要跟人人结好缘，你不应该稍一不注意你就跟人家结恶缘。那到头来你换到什么？有一天刚好人家说天时地利人和，然后你刚好那天就碰到不天时不地利不人和，喝凉水还不是塞牙，整个牙齿都不见了，怎么办？是不是？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。我讲过哦，你默默的做，你赶快累积你的资粮库，天地它不会让你没有结果，是不是？但是你不要威胁天地，你不要稍微这两下啊、哦！你看我弄得满头大汗的，我弄得满头大汗，你看到了没有？我还是这副德性，我都没有发，那你就真的不会发。这世界就是长这副德性，对吧？所以我不希望我们超马的学员是那么的肤浅，那么的弄不清楚这里面的道理。